长久的等待，此刻化成了喷薄而出的激情，点燃了我们内蒙古大地。现在第10棒火炬手正在挥手向我们的。看到 Butter 呢已经把火炬传递到我们的第二棒，我们第二棒的选手呢是呼和浩特市人民市政府市长唐爱军先生。第一棒和第二棒的交接是在我们。 好，现在王秋玉已经把火炬传接到第4棒。好，火炬手第12号火炬手呢是来自我们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。张建秋在进行火炬交接的呢是我们13号火炬手桂云，那么他呢是我们的一位同行，是我们内蒙古电视台新闻天天看的一名记者。嗯。看到桂云啊，今天非常的兴奋。他非常的会利用这30米，他不是在直线跑。是的，我想象征着。